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一元，今天我来挑战这个韩国超辣泡面了。因为之前试过那个黑色那个，发觉到没有什么味道，它只是死辣爆，所以我就选了这个有鸡味的鸡肉味的这个韩国辣面。这个它这个 ice type boom 是什么意思啊？等一下开封的时候才来看呢。然后我现在在滚着那个热水，可以差不多要滚了，等它出烟了先。它的辣椒酱一包，OK，然后还有那个蓝色那个什么玩意儿，这个是它那个好像是那个叫什么海苔，OK，丢面进去。来盖，都开，焖一下哈，焖一下它熟。我自己也是加了那个拿根跟鱼进去，自己会更加好料哦。完蛋了，这是完蛋了，死定了。够了，可以喜欢它，不要浪费。碗烫，我应该放冷聊天才来吃哦，是不是？太烫吃不到。OK，好了，现在等它冷了一点点才来吃。现在要看我需要花多少时间来吃那个韩国超辣泡面，这个是鸡味的。我想慢慢吃了，其实快快吃，这样吃不出什么味道。很香。OK，so 开始，慢慢吃了，不用那么急了。给一点 tips，千万不要喝冰水，喝了冰水再吃更辣。其实吃久了，你嘴巴就会瘪，就吃不出什么味道了。现在没有什么感觉哦。终于吃完了，在7分钟之内吃完了，OK。
所以这边看到是六点五十，哎，六分五十三秒。不过比起之前这个比较好吃一点啦，这个还有一点鸡香，之前那个就是死辣，吃不出什么味道。嗯，蛮快一下吃到。其实慢慢吃才能品尝到它是什么味道，吃太快好像没有什么味道，不太好吃。嗯 ，OK， 今天就到这边啦，剩下的还有一点点的吃满它了，不要浪费。嗯，我很饱，吃这个面很饱，一包就够了。那麦记面还要放两包，而且才一包，不过价钱也是贵的。